主播在干什么？锻炼手速。Thank you.
千五百。我直播间不能给你解释那么多。然后还有个小哥问有啥区别，吃奶都吃肉的区别。主播顶，觉得主播顶会的话，一个飞机就不需要犹豫了，想跟就跟一跟。我们家前面这么多小哥送飞机呢，每天都有这么多小哥送飞机，想跟就跟一跟。网络乞丐吗，宝贝儿？乞丐，你送乞丐100块钱，乞丐也只能跟你说一句谢谢了。谢谢流星下榻，谢谢老爸。颜粉儿，实在没想到，谢谢爸爸。但是我不播颜值呀，一天一张脸，那也没关系。
行，因为我也不过眼馋。想送就送一个，抓紧时间了，都已经两点多了。今天是换发型了，白色金哥哥，那你就直接冲火箭了。觉得好了，大哥，你直接500火箭。说啥区别？吃馒头吃肉的区别。建议大哥只借500。然后，那你第一次进来的宝贝儿，如果你喜欢我这样的，咱这样的微胖型小姐姐。
说完之后我直接告诉你，说完之后我再告诉你。之前送过一个飞机的宝贝儿，要回来补飞机的老板抓紧时间了，可以再送四个。人家礼物都是可以累积的。喜欢的话就直接直播间送，把麻子去掉。再问的宝贝把疑问去掉，直播间里面能说就这两句。问的再多我只能跟你说宝宝上了飞机。你问多少遍我也只能跟你说哥哥上个飞机，一个飞机100块钱，想跟的哥哥，日思夜想的哥哥就不要犹豫了，一个飞机想送老板直接送，不想送可以点个关注直播间看直播。对吧，咱们多少追还是那两遍，然后一会儿就要下播了，也都2点多了，抓紧时间赶赶末班车。先睡的时候给我晚安哟。哥哥就不要睡了。
直睡不着。
着大数据了解你。每天都点进来的小哥哥，忍不住的哥哥，抓紧时间。发现我们直播间的人不太爱说话，谢谢车队加油卡。但是助眠直播间好像都是这样的。这个词了，你们天天说烧鸡烧鸡，我都觉得你不就喜欢这样的吗？就已经那个叫什么没啥感觉了。欢迎空白，天天有的时候直播间手机手机的说手机手机的，我觉得我都已经习惯了，已经就是不觉得麻木了，我已经不生气了，不会对这个字儿破防了。哎，烧了烧了，哥哥，难道你不喜欢吗？你不就喜欢我这样的？要是觉得挺觉得会的，你就这么费劲，不犹豫直接送。空白小哥哥，你怎么那么晚还在呀？菠萝哥哥，上课费劲，菠萝哥哥。
们家不是天天都放大吗？点个关注，感谢咖啡，我身体不行。那你来我这儿就好了，来抽筋就好了，可以给你增强抵抗力，可以给你增强免疫力，让你越来越能。就是十八，是吗？欢迎新进来的宝宝，谢谢点赞。
谢谢咖啡不加糖，谢谢老板。哇，感谢咖啡。几点上班啊？最近九点钟。最近有点，哎呦，我想想办法。谢谢咖啡。感谢咖啡不加糖，谢谢老板，大气大气，老板真帅，又帅又有钱，年轻帅气还有强，谢谢大哥。感谢宝贝儿，哈哈，小哥哥。你去别人家，你送一发火箭，什么都没，可能主播就给你起来跳一支舞，就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只能说，我们家是全网最良心的，要不然你自己出去对比对比。货真价实。无假包换，货比三家都可以哦。嗯，不是，我说谢谢你。太魔性了。谢谢小蚊子多菜啊，感谢老板啊，谢谢小哥哥。宝贝，大气大气！老板，挺宝，挺他 baby 哦。
然后还有就是之前送过一个飞机的，小哥哥，回来可以再送四个。家里我都是可以累积的。礼物不用骂了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骂呀，我在安排啊。谢谢关注。怎么会？你以为我打字就跟你们一样敲键盘就是为了骂人的呀？手速这么快，都是祖安选手是吗？没有没有，打字那么快是为了让老板别等太久，怕老板等得太着急了。没有没有，误会了，因为手速那么快，都是祖安选手，都是敲键盘骂人的是吗？不要控制自己，别犹豫，宝贝儿。然后末班车有条件的大哥哥也可以直接一发我真的哟。Oh.
还有没有小哥哥要送的？喜欢怼脸环节哦。怼脸环节没有什么可以，最后吧，最后吧，最后给你们拿一个。然后喜欢的宝贝儿，一个飞机就不需要犹豫了，大气的老板直接抽火枪。你刚才去了吃龙虾，这还没有到季节呀、我这边都没有到季节。我每天还开暖气直播呢，有点冷，最近就是开空调、开暖气直播的。到了，开着好多，好羡慕呀！哦，对对对对，是的，四月份差不多了，而且武汉四月份好热呀，就这几天降温，我们这边降温的真的可怕，冷，冻死了的那种。对，老板末班车，老板可以直接来一发火枪。如果你第一次见到小哥哥末班车了，喜欢我这耳朵，直接来个飞机，一个飞机。我犹豫，直接送，谢谢啊，谢谢听闻，星河许，谢谢。你去淘宝充值，不对，苹果手机的你就去那个淘宝充值，安卓电脑直接你就点斗鱼上的那个直接送呀，斗鱼上面的礼物直接送，不用转账，私信让你转账的，加你好友的，主动的啊、主要是都是骗子。京东也可以，京东半夜的时候有点慢，有点卡住了。这个快下播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充值账号就是你的斗鱼名字，哥哥。你刚才是在京东充的啊？你不是送的都是背包的礼物吗？怎么又开始充了？那个充值账号就是福硕，你的斗鱼名字，宝贝儿。时间，
始出去了又想，抽的那么快，可以可以。哦，
要是个男的，我必定是最后的神经。
这么多小猫送飞机哦，你说呢？想跟就跟一跟。
Thank you.
点名字，点聊天，然后加好友，谢谢关注。是的，有12级牌子的那个。停榜还有，还停榜还有小雨啊，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圆圆，每次撒点荧光棒，每次那个每天上线先撒荧光棒，可以保级的，要不然这个粉丝牌它就会，粉丝牌那个等级它就会降。长期不送的话，长期不送粉丝牌它就会掉，等级它就会掉的。谢谢啊，谢谢小哥哥，老板大气。然后之前有送过一个飞机的宝贝儿，可以回来再飞四个哟。周大小朋友，你看见了吗？如果没有看见的话，就跟我说一句。
说现在的话，我可以给你解决，对不对？谢谢冰冻啊。嗯，你要是说现在怎么地怎么地，我还能给你改变一下，解决一下。嗯，以前没有办法了。是的呢，哥哥，天天直播怎么整呀？白天整完，晚上就上班是吗？你虽然说你很久没来我直播间了。很少看我直播，但是我是天天在播的。不能说你一个月没看我直播，我都一个月没直播，是不是？你可能不会天天来，但是我直播间天天播，天天在。豆芽小儿小哥哥，你说呢？嗯。你要是想看的话，点关注。你好像说这话，我以前漂亮，现在不漂亮一样。你要是觉得我现在不好看的话，你就取关，就没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天天说这种话就很没有意思。我不觉得我现在没有以前好看，是你的眼光出现了问题，是你没事儿找事儿，是你，知道吗？鸡蛋里面挑骨头。是你没话找话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没觉得我现在没有以前好看，如果我现在没有以前好看的话，我就不会现在这个样子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是不能接受的话，那你就取关。封面不够诱人呀，封面，封面就是那个样，因为诱人的封面它上传不上去，真的。你去看看他们的封面，都是就上传了的封面，斗鱼的封面都是露脸的，对，现在都是换封面了，都是，就只露我现在的这个脸到这个，
这个肩膀，而且肩膀还不能穿吊带，还不能穿那种露肩的，好像是，就是封面管的还挺严格的。瘦了熬的是吧，人都熬老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再不好好珍惜，且看且珍惜啊，看到就是赚到。人也不可能越活越年轻，人也不可能越活越回去啊。但是我没有瘦，但是我还是这个体重没有瘦。一直都是95斤左右。对，现在都没有实时封面了，现在斗鱼不让有实时封面了。如果你再不上传封面的话，就给你沉底，就给你多少热度高的话，它也会给你沉底。嗯，还有感觉。谢谢啊，谢谢长尾如草哥哥，有一种恋爱的感觉。实时封面怎么？实时封面不知道啊，斗鱼它政策改变了，政策改变不让实时封面。舞蹈区好长时间就是已经舞蹈区就没有实时封面，然后最近二次元也开始不要实时封面了。二次元也开始不要直播截图了，就只能是上传封面。对，可能别的区有，舞蹈区已经一年了吧，好像好长时间了，一两年都是固定封面，没有实时封面了。我开什么工啊，我一会儿就下了，而且主播聊天怎么了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要是想指挥主播的话，你就直接送个飞机。对的呀。做一个观众该做的事儿，观众每天都是在想你点不点关注，要不要这主播，要不要点关注，要不要点赞，要不要送个礼物支持一下，要不要给他上个飞机，上个火机啊？这是你观众该想的事，而不是想着主播的直播该怎么做，他怎么样。我们都是网友，不要限制那么多，对吧？你哪怕说我，哎呀，这不好看，那不好看，这丑，就哪做的不好，对吧？评价一下都可以。就是你做点观众该干的事儿，把你的手拿出来。喜欢的老伴直接上个飞机哦，大气的，宝贝儿可以来一发火箭。对，进来的小哥哥看得开心，玩得开心就好了。想送的可以送一个，不想送的宝贝点个关注，直接看直播。谢谢宝贝的小礼物，我一会儿就要下播了，赶评论发微信呀。你什么时候在我们家进过？你什么时候在我直播间被禁？我这是无中生有。我怀疑你无中生有。然后那个禁言的话，我们家最近那个改了一下，场馆的禁言力度变小了一些。不想再去看小哥哥，直接送个飞机哟。你要是喜欢，我这种长相和身材的一个飞机，快点儿！
边，抓紧时间。要下播了，你看我安抚一下。我最爱大半夜的看看这种恐怖片了。主要是你刷到了开头，你不把它看完，就忍不住了。就忍不住，顶不住。下午几点起一般？你加了微信，我再告诉你。加微信，我告诉你。好了，收拾东西，下来。